吃我收下了，吃的东西你带回去吧。我这个人对吃的一直没有什么太高的要求，狱里面的牢饭已经可以满足我了。如果人连吃的欲望都没有了，那就表示他了无生趣了。锦超，你别沮丧，我知道你是被冤枉的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替你平反的。 谢谢你的好意，我心领了。你不用担心，我妈认识很多很厉害的朋友，我一定能把你救出来的。艾梅，不要再把心思花在我的身上。你应该把心思花在学业上面。虽然我已经不是你的老师了，但还是希望你可以考上大学。 可是人家一想到你被关在这里，我的心就揪起来了，就什么事都做不了了。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明白了，我的心已经给了别人，我请你不要再对我有什么期待了。你说的是艾雪是不是？那我也用同样的话来奉劝你，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，他最近也可忙着呢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 大妈死了，你又被关在这里，她因为寂寞难耐，所以就跟一鹏好上了。这几天他们天天都黏在一起呢。不要在我面前重伤艾雪。我了解她，我知道她不是一个朝三暮四的女孩，我信任她。你也太天真了吧！这所有的人都会随着时间和环境的改变而改变的，尤其是在上海，这邵氏地产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 俊超，俊超！老夫人，我回来了。回来了，辛苦你了。钱都交给他父亲了吗？啊，回于老夫人，老钱这次去江北，没有完成您交给的任务。林素素他爹一毛钱都不肯收。不肯收？难道他嫌钱少了？嗯，那倒不是，他是……哎呦，有什么你就快说吧，别吞吞吐吐的。 林老先生什么都不要，他只要一命抵一命。林老先生似乎相信外边的传言，他把女儿的死归罪到少爷的身上。我怎么解释？澄清这里少爷无关，他都听不进去。哎，这件事本来就跟我们崇伟无关，他听不进去。 那我们也没办法，该做的我们都做了。作为一个东家，也算是仁至义尽了。哎，是。哎呀，看到了！哎呀，看到了！一百零二，恭喜给我了！一百二，恭喜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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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好嘞，好嘞，来，帮你，谢谢。哎，走吧，好。哎，看这里，来看这儿。哎，小心，李老太太，你们这次捐出这么多的木材，真是一次大善举。后面再排排好。谢谢，你付出那么多，却把功劳都推给别人。谢什么？都是一家人。来，他说这个。来，下一个。来，哎，这边，这边，来来，小心点啊。爸，我先过去一下。奶奶。来，爱犬，哎，小心点啊！你刚才讲的太好了，非常精彩，而且啊，发自肺腑。你看大家多高兴！是你说的好，我哪有讲那么好啊？哎，小心！你看你忙的，汗都出来了。来，啊，别把自己给累坏了。好，哎，来，于小姐，您和邵先生是什么关系？男女朋友吗？那好，请问你们两个到了什么程度？什么时候可以喝你们的喜酒？没有没有，你们俩误会了。好了，大家，感情的事情是见光死的。我希望大家今天呢，能够高抬贵手，放我一马，好吗？我在这里谢过大家了啊。
你们呢？去那边采访，这边工作呢啊。去那边，走，去那边。好，好，过去吧。于小姐，请问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啊？这个以后慢慢再说吧。你们在一起多久了？很多事情慢慢大家就会知道了，不要着急。是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好了，拍两张就行了。艾雪小姐非常忙，一会儿还要工作呢，麻烦你们靠近一点好吗？艾雪。笑一个，真好看。我们大发呀，向来都是以善待人的，做点慈善事业吧。王老板，不好意思啊。你来干什么？报上刊登这么大的消息，我得过来看看吧。再说好久没等到你的回音，我这日子也过不下去了，我也领带面。你可别在这节骨眼上跟我惹事。惹事？不会。我顺便给老太太请安，没准看在亲戚的面上，多给我几袋面。你先回去，我会尽快给你交代。这话可是你说的，别让我等太久。哎，来后边啊，都有啊，来来，慢一点，来慢一点啊。谢谢。照顾年纪大的，来。小心！包不上去了，冲伟，冲伟，我是贵冲伟，没事吧？是我杀了苏苏，冲伟，我该死，别说了，我该死，冲伟，是我杀了苏苏，我该死，我该死，冲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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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回事啊？啊，对不起，这作品怎么回事啊？我有罪，我错了，我没告诉你，苏苏是我害死的，他肚里的孩子是我的，我是被害者，他肚里孩子是我的，我害死了苏苏，我害死了他。我是疯子，我被你逼疯的，我是疯子，我是疯子，我杀了苏苏，我是被害者，我杀了苏苏，我杀了苏苏，我杀了他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王夫人，别急，千万别急啊，千万别着急啊，老夫人。您不用太着急，医生正在为他检查。大夫，我孙子不要紧吧？我先给他注射了镇静剂，现在已经睡着了，不过需要留院观察几天。哦，阿弥陀佛。对了，病人不能受到任何严重的刺激。如果再受到什么刺激的话，会很麻烦。我们会小心的。谢谢你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妈，我先去帮崇伟办住院手续。慢着，过来。这件事，你最好老老实实的跟我说清楚。那个林素素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不是崇伟的？妈，对不起，之前为了于家的脸面，为了崇伟的前途，我没敢跟您说实话。喝杯茶。妈，您还在生我的气啊？
最近家里这么多事，万一您再气出病来，岂不是雪上加霜啊？哎，我现在才懒得管你的事呢，你的那笔账留着以后慢慢算。哎，眼前我最担心的，崇伟住院了，这厂里也不能没人管呢，由谁来管理厂务呢？你倒是说话呀！我现在还敢说什么呀？哎，老夫人，我回来了。老全，警局怎么说的？警方说，只要于家提出控告，那林老先生将以蓄意杀人罪被起诉，问我们要不要控告他。哎，这事崇伟错在先，人家女儿都已经死了，内心的伤痛是可想而知的，这事就这么算了吧。是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去忙吧。嗨，艾雪小姐。全叔，奶奶，二太太回来了。嗯，面粉发的怎么样啊？都发放完了，我就赶着回来了。对了，崇伟怎么样？没什么大碍，在医院里头静养几天就可以出院了。嗯，那就好。奶奶，我这浑身上下都是面粉，一身臭汗的，那我就先回房洗一洗了。哎，雪儿啊，你留意一下，奶奶有事要和你商量。什么事啊？崇伟住院了，暂时不能够回厂子里去，可这厂子里不能没人管呢，所以我想让你替代副总的职务管理厂务。我奶奶，我资质尚浅，恐怕还没有这个能力。你要是没这个能力，那谁还能管厂子呢？妈，其实还有一个人可以胜任。谁呀？嗯，就是我那个表哥徐斌。你还提他呀？他上次捅的娄子还不够大呀？妈，人难免会犯错，而且他上次犯的错也已经受到惩罚了，他对咱们家真的是很感激，要不然他也不会为了救崇伟还自己受伤啊。再说以他的经验，再怎么样也比艾雪强啊。徐斌他只是暂代职务，不至于让工厂群龙无首，等崇伟一出院就可以回去接任了。嗯，好吧，那就让他回来吧，让他跟雪儿互相监督，直到崇伟出院为止啊。嗯，好。这钱你先拿着用。干嘛呀，垮着一张脸，我为你儿子受伤流这么多血，送点慰问金给我补补身子也是应该的呀。老太太已经答应让你回大发任副总了。哎呦，我说什么来着，凭你三寸不烂之舌一定会说服老太太的。你先别高兴得太早，你只是在崇伟住院期间暂代职务，你要好好干，要不然等崇伟回来能不能留下还是未知数。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干。于家再一次给我机会了吗？这些可是我的私房钱，等你将来领了薪水以后得按月从你的薪资里面扣。哎呀，紧要关头逢凶化吉呀，老天爷还是眷顾我的，这手伤得值。石金超，你的信。谢谢。
大妈死了，牛被关在这里，她因为寂寞难耐，所以就跟一鹏好上了。这几天他们天天都黏在一起呢。我信任他。你也太天真了吧，这所有的人都会随着时间和环境的改变而改变的，尤其是在上海，这邵氏地产无人不知无人不晓。这一鹏为人热情又风趣的，他只要有心追求一个女孩子，没有哪个女孩子是不会被感动的。我在坐牢，没家世背景，更没社会地位，一旦出狱后找工作肯定困难，艾雪要是跟我一定会吃苦的。为了艾雪的终身幸福，我应该离开她，让她去追求属于她的人生。艾雪小姐，这儿有一封你被退回来的信。啊！艾雪小姐。啊，谢谢。啊，不客气。于小姐，史俊超让我给你传个话，他说不想见你，叫你以后别来了。啊，不可能啊！你有没有告诉他，是于爱雪过来找他？有啊，我讲得很清楚，他就是不想见你。为什么？究竟是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警察先生，麻烦你再辛苦一次，你告诉他说是于爱雪，于爱雪一定要跟他见一面，麻烦您了。哎。我们这里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例子，于小姐，你请回吧。哎，我，哎，是为什么？
我才刚失去了挚爱的母亲，现在连你也不要我了吗？请你相信我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我相信你，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。你没事吧，安雪？安雪，哎，怎么样，阿贵？我已经帮他把衣服换好了，现在他已经睡下了，我去帮他把衣服洗一洗。去吧。一旁，艾雪怎么了？哦，艾雪可能是淋了雨病了，我正好路过就把她带回来了。那你开着车怎么不把她送回成员啊？妈，她都晕了，而且还发着高烧，哪经得起折腾啊？当然是救人要紧了。再说了，先把她送回我们家暖暖身子，有什么不可以的吗？一旁啊，不是妈小气，我是害怕别人说闲话。有什么好怕的？我们看着艾雪长大，当成自己女儿一样，别人要说闲话就让他们说去吧。不过倒是该给老太太打个电话，免得她担心。喂，成员。哦，您等一下啊，老夫人，您电话邵家打来的。哎，喂，东林，雪儿受伤了，脚踝也扭伤了。哎，东林啊，那就麻烦你照顾她一下。今儿晚了，明儿一早我就过去，行吗？哎，谢谢你了啊。好，好。我跟你说，咱们换个地方坐啊。行行行，没问题。果然如我所料，史俊超受到那简报的影响，已经开始疏远艾雪了。你及时出现，英雄救美。现在艾雪可是对你心存感激哦，你的机会来了。来，庆祝我们的计划初见成效。为我们配合的天衣无缝，干杯！哎，对了，有一个问题。我一直憋在心里，这要是不问出来呢，我心里会很难受的。我可以问你吗？问。就是那天晚上，我们俩还是坐在这个位置，你说你对不起史伯伯，
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这么说过吗？你不记得了？那天晚上你还喝醉来着，口里面一直说什么老赵是死有余辜，罪有应得，还说什么对不起史伯伯，说史伯伯是……我那天喝醉了，我不知道我胡说八道些什么，我自己都不记得。是吗？可是要是你心里没有这些的话，怎么可能凭空说得出这么莫名其妙的话？你说的也对，我最近一直在想，如果不是我们邵氏地产公司急着搞什么搬迁，收购那块土地的话，史伯伯可能也不会酿成这么大的错，造成悲剧。这也难怪，毕竟人家在这里住了十几年了，这么一下子让他们搬走，多少心里啊乱得慌。只是可惜，这史伯伯就这么走了。史俊超呢，也入狱了。一家人真够悲惨的。哎呀，久违了我的椅子，坐来坐去，只有你最舒服，最踏实。哎，这回能够翻身，全靠这条差点没废了的手臂。得来不易呀，我得好好的把握。于崇伟这小子看我不顺眼，这臭小子虽然无能，可有的是权力。他出了院，看我又坐在这位子上，他又会是什么嘴脸呢？为了自己的前途，再怎么不情愿，也得去讨好这个扶不起的阿斗。只要他接纳我，听我的话，那大发就掌握在我的手里。总经理，我来看你来了。怎么样，好点了吗？本来已经好很多了，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特别不舒服。哎呦，这次真是好悬呐，那刀冲你身上就这么……幸亏我站身边啊，否则的话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。当时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力量，不顾我自己的危险，就替你挡了这么一刀。这一刀缝了十几针，这大夫说呀，要是再扎深一点，碰了神经，我这只胳膊算是废了。你说这么多想怎么样？是想让我说谢谢吗？好，谢谢。我说完了，你可以走了吗？我想休息。总经理，好歹我替你挡了这一刀，你怎么这态度啊？我根本没让你救我，也许我自己想挨这一刀呢。我告诉你，别以为你救了我就可以讨个人情，对不起，没用。只要我在一天，我永远不会让你回大发，所以别枉费心机了。哦，现在这小子还不知道我已经回大发了。总经理，既然你不欢迎我，那我就先走，好好休息啊。等等，我对某些花过敏，麻烦你顺便把他带走。哼，这小子对我成见那么深，当
出院了，回厂上班，肯定容不下我。我这副总的位子还没坐热，就得走人，面子可丢大了，不能坐以待毙。副总，您找我呀？啊，这是请款单，我签了字了，你马上去办。啊。啊，更新设备，厂里这两台设备啊，还是2年前从国外进口的，怎么又要买新的呀？技术上的事儿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。总之，新的机器绝对胜过旧的，我们不更新设备，怎么跟别人竞争啊？这不是一个小数目，而且之前买的那两台机器啊，向银行借的款还没还清呢，现在厂里没有更新设备的预算呢。我知道，你有你的困难，可我有我的抱负啊。你知道为什么老夫人请我回来吗？就是我有一套提高产能的生产计划，能给公司赚钱，没有道理反对吧？这个什么这个那个的，赶紧去办，回头我跟总经理解释。徐副总，对不起，因为之前没有先例，您看是不是能让我向总经理再请示一下？什么？总经理不在，我这副总就不干事儿了？再者说了，总经理人在医院需要静养，一点小事就去打扰，干脆出院算了。还愣着干什么呀？快去呀！真的很抱歉，公司有规定，除非总经理亲口交代，或者有正式的公文，要不然这事儿……去去去去去去！进来。报告副总，于总经理的总经理章已经刻好了。啊，行，放桌上吧。好。啊，副总的章过两天也能刻好。知道了，去吧。好。郭总，好久不见。好啊，你还敢来，我正要找你的。你亏了大力的公款，丢下一屁股烂摊子让我给你收拾。你小子倒好，跑到大发去当副总。徐斌呢？徐斌，你真够可恶的。走，咱们到警察局去说，我要告到你坐牢，告到你死到牢里为止。你先别急，听我把话说完了，你就舍不得告我了。哼，你以为我还会上你的当啊？有什么话咱们到警察局去说。这可是你说的，错过机会可别后悔。哼，这份契约书的内容你先看看。哼，大发以厂房机器做抵押向我借10万大洋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大发出什么问题了？大发总经理被刺伤的消息你听到了吧？这小子快得神经病了，现在厂里是群龙无首，缺乏资金，穷途末路，正在自寻出路呢。哼哼，你当我是3岁小孩啊？大发用资金，他不去银行借贷，偏偏来找我。徐斌呢？徐斌，你这条恶狗，你去哪儿都咬人。大发可真是倒霉啊，让你回去，让你有机会回去咬他们一口。这份契约是你自己写的吧？大发一定是毫不知情。你管是谁写的呢？大发的资产何止10万，只要你我在这张契约书上签了名盖了章，你就算接手了大发的厂房和机器，也就是说掌握了大发整个的命脉，到时候不但能扣除我借的款，还能倒赚好几倍，皆大欢喜，何乐不为啊。
我一时也凑不足那么多的资金，我有困难啊。你不是早就想接手大发了吗？这可是大好的机会，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凭我是戴总经理，凭我这个章一盖上去就生效。顾总，嗯，这十万大洋你打算怎么给啊？钱我会给你的，不过你得给我两天时间，看看大发财务上有没有问题，厂房机器是否做了重复抵押，我可是不想做冤大头啊。大发财务能有什么问题啊？那厂房和机器绝没有重复抵押的问题。没有问题你急什么呀？这你就放心吧，如果没有问题我会付钱的啊。两天期限啊，两天，两天啊。这个病人啊，药量还得加。林医生。好，于太太来看儿子了。嗯，我想请问一下，我儿子的会诊情况怎么样？经过我们会诊的结果，你儿子可以出院了，不过需要继续服药，以免他情绪低落。谢谢啊。啊，哪里。嗯，快快把这个消息告诉崇伟。啊，崇伟。哎，跑哪儿去了？是不是已经先回去了？自己的爱情，素素今天应该还在这间屋子里等着我回来。素素，你为什么不多等我一天？为什么要想不开跑到天台跳楼自杀？为什么？是素素的。奇怪，这里除了我跟素素之外没有别人来过，为什么会留下这个口子？当时我也不知道哪儿来的力量，不顾我自己的危险就替你挡了这一刀。这一刀我缝了十几针，这大夫说呀，要是再扎深一点碰了神经，我这只胳膊算是废了。没错，一模一样的口子，徐斌的口子怎么会出现在这间屋子里？徐斌，徐斌，徐斌，你给我滚出来！徐斌，徐斌，你给我出来！徐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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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徐斌不在，你就是把门拆了也没用。再鬼号鬼叫的，我就告你骚扰。好，嗯，拜拜。妈，妈，啊，妈呢？妈去医院看你了，怎么没遇上？医院？嗯。哎，什么事啊？这么急找妈妈？我找徐斌。徐斌，徐斌在厂里呢。徐斌怎么又回厂里了？啊，表舅又回厂里继续干副总了。怎么，妈没告诉你？哎，崇伟，你干嘛？你素素是不是你害死的？什么素素？我不知道。你是不是去过小屋子啊？我去你小屋干嘛？你又没请我。这是什么？啊？
你的扣子怎么会在我的小屋子里？你说，你说，你说，我是去过，我跟你妈一块儿去的。我不相信，你别以为把我妈拖下水，我就可以放过你。你最好老实告诉我。你不信，问你妈去。钟伟，那杀人是要偿命的，你不能随便污蔑我杀人呢。那我还告你诽谤呢。不管怎么样，你的嫌疑最大。你不相信我，还不相信你妈呀？你别拿我妈来压我。谁让你回来当副总了啊？我从来都没同意过。你给我走，滚，给我走。我这副总是老夫人和你妈共同任命的，我不走。任命权在我这，我是总经理。滚蛋，滚蛋，冲我，滚蛋。怎么着？你给我找人轰你走是吧？啊，于春伟，你给我等着！我告诉你，别再让我看到你，要不然我杀了你！你杀了我，我一巴掌拍死你，你信不信？来呀，来呀！喂，春伟啊，妈看你不舒服，所以没有把你表舅回厂的事告诉你。